嗱，自从呢个俄罗斯翻红翻大音乐厅嗰度袭击事件，造成百几人死亡之后咧，咁呢个 Telegram 入边咧有啲 account 咧就唔见咗。据网上嘅消息讲咧，就话呢个 Telegram 咧喺呢个22号开始啦，即之后啊，就封锁咗几千个佢觉得有问题嘅 account。嗱，咁问题就嚟啦，我谂大家去呢个 Telegram 咧，就系中意 Telegram 乜嘢咧？佢就嘅片咧非常之快，即系话嘅消息啊非常之快，甚至非常之真实。嗱，咁而家啦，佢咁样封咗呢、这个即系相关嘅呢啲咁嘅 account 嚟讲咧，其实你睇翻其他嘅社交媒体嚟讲咧，好多时啊，佢嘅信息嚟讲咧，都来自呢个 Telegram 嘅，甚至好啲好多传媒嚟讲，我讲世界各地嘅传媒啦，即系大小嘅传媒咧，佢攞嘅相关嘅信息咧，都系嚟自 Telegram 嘅。咁问题就嚟啦，咁即系等于 Telegram 咧就开始收窄啦。嗱，你谂下之前嚟讲，我都有 Facebook account 嘅，跟住冇开咧。嗱 ，Facebook 咧就因为收窄相关嘅，即系我哋讲嘢嘅言论咧，咁我就离开咗啦。嗱，咁对比嚟讲，以前冇咁多选择噶嘛，对比嚟讲咧就话喺 YouTube 同呢个 Facebook 啊嘛，咁 YouTube 嚟讲咧就比呢个 Facebook 开放啊嘛，但系而家嚟讲咧 YouTube 咧都系咧就开始收窄紧嘅。咁收窄啦，我之前咧就俾呢个 YouTube 停咗咧，跟住咧就去咗 Telegram 咧开咗个 account 噶嘛，咁开 account 啦，咁亦都系收到咧。Telegram 啊，俾我嘅通知咧，就话有人好多人投诉我，嗰个问题就嚟啦。咁我喺呢个 YouTube 上边咧，即系 follow 呢个 Telegram 呢条 link 咧，都系讲到明有格仔，即系冇格仔啊，有尸体咁样啦。即系话其实嚟讲，即系我系讲到明系真实嘅嘢，即系你可以睇到真嘅嘢。甚至 Telegram 嘅 account 嚟讲咧，都系转载啊，相关啊。呢啲俄罗斯传媒啊，甚至乌克兰传媒嘅片嘅，即系转载啦，咁样铺落去啦。因为有啲嘢咧，即系你搵翻原本条 link 咧就好啲噶嘛，俾人睇落去。咁所以嚟讲咧，跟住我嗰个 Telegram 嗰个 account 咧入唔翻去。咁老实讲，你都知，大家都知啦 ，Telegram 嚟讲咧系冇收入噶嘛，仲要咧 Telegram 咧真系啦要。发放好多信息㗎嘛。咁又都有网友问我会唔会再整返嚟 Telegram 嘅 account 呢，可以讲唔会㗎啦。因为你都知啦，好多人投诉之下呢，呢啲咁嘅 account 呢做唔住嘅。咁何况而家 Telegram 呢又开始收窄呢，基本上嚟讲呢真係都冇得搞嘅。咁啊，言归正传啦，咁我讲返呢度啦，阿富汗啦。阿富汗入面呢，而家见到呢有呢个塔利班啦，同埋 ISISK。咁呢个得伊斯兰国啦，咁之前承认咗袭击呢个俄罗斯入面翻红翻呢个音乐会之后嚟讲呢，咁根据呢个俄媒透露，就话呢个卡塔尔，即塔利班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负责人苏海尔沙恩，咁啊简称佢叫沙恩啦。咁啊，再问到佢有关翻红翻大音乐厅呢个袭击后，系咪有可能同呢个俄罗斯合作？嗱，咁佢就答呢个传媒嗰时讲，佢就讲到明咧，佢话阿富汗执政嘅塔利班咧，将继续竭力全力啊，咁打击呢个喺阿富汗入面嘅伊斯兰国，即係呢个 ISISK。嗱，咁佢呢跟住一路讲嚟讲呢，佢就话呢呢、这个沙恩讲啊，佢目前呢佢就话我们已经摧毁阿富汗境内嘅伊斯兰国。咁就继续讲，佢就该即系在与该组织战斗中，塔利班损失了2000多名战士。咁一路讲落去啦，佢就话喺呢个
阿富汗呢就没有训练中心，没有招募中心，没有筹款中心。咁他们躲藏起来，并将中心转移到阿富汗境外。但问题来讲呢，他说这个俄媒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啊，他就讲，他引述这个沙恩讲，他就说这个塔利班即是在阿富汗境内同这个伊斯兰国肯定激战啦，因为他都说在这个战争中塔利班都损失2000人，咁即是说好激啦。咁即是说这个塔利班赢咗啦，就将这个伊斯兰国令到佢匿埋，甚至将个转移身即是那个训练中心呢就转移到佢境外。即招募中心都是转移到境外。咁老实讲，即呢个阿富汗塔利班咁讲，即是呢个塔利班发言人咁讲啦。咁我都几信佢咁讲嘅，因为佢都讲到明自己都死2000人啦嘛。咁因为呢系咪即你諗下呢，除咗佢而家呢即话佢想同呢个俄罗斯合作，咁睇返隔篱嚟讲，巴基斯坦啊嘛，几日前呢就发生呢个中方人员呢就俾呢啲咁嘅自杀式袭击咧，咁啊造成五死啊嘛。嗱咁跟住咧，陆陆续续有啲片流出嚟噶啦。咁琴日亦都流出咗条片咧，咁又系呢啲行车记录仪拍低嘅，一拍咧就系直接架车驶过架车，跟住爆炸嗰条片，爆炸到咧连嗰个行车记录仪嗰架车咧个玻璃都碎晒嘅。咁问题就嚟啦，即係而家我都讲过喺巴基斯坦入面针对中方人员嘅呢，即係有两个组织啦，最少有呢个叫做俾路支解放军同埋呢个东特组织，特别呢个东特组织呢喺呢个新疆嗰边逃避呢个中共而走咗入去呢个阿富汗入面嘛，咁投靠呢个塔利班。咁呢个塔利班呢攞咗呢个控制权之后呢，竟然同呢个东特视为敌人嘅朋友做朋友。咁令到呢个东特组织呢对呢个塔利班梗係不满㗎啦。咁有好多呢个咁东特组织成员呢，咁过底就去咗呢个 ISK 嗰度。咁问题就嚟啦，咁你话而家呢个塔利班讲，我就将呢个 ISK 嗰个逼咗出嚟个阿富汗出面，咁去咗阿富汗出面会去到边度呢？我黐住阿富汗嘅国家你睇到啦，巴基斯坦、伊朗、土库曼啊呢啲乌兹别克、塔吉克，同埋呢个新疆嗰边。所以啦，即係而家嚟讲呢个塔利班所做所讲嘅行动，会唔会令到呢个伊斯兰国真係会消失呢？因为老实讲，呢个伊斯兰国唔係话喺阿富汗咁简单，其实伊斯兰国佢可以控制出面㗎嘛，出面嗰啲穆斯林嗰样嘢㗎嘛，佢都可以咁样喺出面，只要一声令下呢都可以号召相关嘅人呢加入佢哋嘅行动㗎嘛。嗱你諗下啦，呢、这个而家塔利班佢咁样真係喺阿富汗，佢可以完全控制咗成个阿富汗嗰个能力呢，我估计就呢个塔利班就唔得嘅。你话局部咁样喺阿富汗入面咁样嚟同呢个伊斯兰国局部咁样，即係将呢个伊斯兰国呢同佢战斗呢，我就信嘅。所以嚟讲啦，呢啲信息嚟讲呢，即係最主要你信咪信囉，唔信都冇办法啦。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